五谷鸡爪，我这个大概还有一斤啊。嗯，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，冰冰凉凉，超级过瘾。大家都这种半个的，吃火锅鸡爪就要吃冰，就是吃那个冷藏之后的更好吃。这是中辣的，我感觉不怎么辣，它是酸甜口的，然后带一点微微的蒜味，超好吃。嗯。